左腿痛，左腿痛啊，我看到那个，飞碟在天上，往这边斜了啊，往左边斜了啊，再往上拉核电厂，拉核电厂，核电厂，往上拉，往上拉，往上拉的是个沉重沉在，左侧，所以我这边，左腿在痛啊，然后拉上去以后，啪，飞碟就掰直了，掰直以后。我的左腿就不痛了，这表明了，去核电拉核电厂到废铁厂还在进行当中，好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啊，再见，再见。